如果只看或听一部经，老实念佛和依照老法师的方法去做，能不能求生净土？这个答案很肯定，决定得生净土啊！只要老实念就好啊！啊，老实人呢，没有不生净土的。啊，怕的呢？怕不老实，不老实就难了。啊，这些呢，我们在这个平常讲经上都讲的很多。